刚刚过完50岁生日的台视呢，今年尾牙还有主播下厨来献菜。首席主播林奕如和百万主播林佳琪、张宇和吴凯文他们一起下厨，为了台视的尾牙，要向饭店的主厨学做菜，甚至还展开了两 PK， 火药味十足。台视新闻主播们走进饭店厨房学做菜，甚至展开两 PK， 专业的 cuisine 架势十足。夏威夷果仁，对。眼前这一道夏果玉带象拔蚌，美美的摆盘，师傅做完学生做。不过哎，怎么夹起菜来有点卡卡的嘞？超难的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有点手软，有点紧张，很怕把它给毁了。你们是的确把它给毁了。趣味 PK， 火药味十足，主播们这回走进厨房为台视尾牙来献菜，还有这一道懒菜肉末四季豆，加上红色辣椒丝，喜气洋洋。来问问大主厨，到底哪边比较厉害嘞？两边都可以。平常在台上专业播新闻，这回下厨端出美味佳肴也要拼第一。不过势均力敌的表现，两边都是大赢家。记者赵国瑞台北报道。